为什么总是帮我？为什么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啊。我知道我应该放手，但我好像快要做不到。不要再当我的朋友了，做我的女人吧。我们在寂寞中靠近，暧昧中相信，摸索着幸福的道理，怕只怕爱着爱着又放弃。不愿意离开我，有没有爱着爱着就永远的幸运。